ตี来自亲妈的问候汗流浃背前两天就喉咙很痒了，这两天晚上一直咳嗽，谢叔叔的小心心消炎药，头孢吃起来。谢修罗的灯牌，东北的灵蛙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记得这个人，再见吧。谢谢 WCY 的小星星。谢陈毅的味精点亮。欢迎 Elka。叫珍珠米，多喝热水。对，一会儿叫。一会儿去倒杯热水。对，叫他过来点个火箭，想起来了。点点赞，我们把赞往上点点。有5979的小星星，谢奶茶的灯牌。我这房间空调开得很热闹，昨天晚上补完牙齿去顺便去把头发染了，还是黑色显得气色好一点，那个黄色我死了。额头上贴个冰贴，我好像没发烧，我就咳嗽。无人机看，拿无人机，拿无人机看我。丑哥，谢谢入团。披肩皮皮。谢谢显眼包的灯牌，不知道怎么感冒的，不知道怎么着凉的，在家天天，大概天天穿太少。谢谢江湖的小星星。早上是咳嗽咳嗽。谢龙行的小星星，
谢5979的小星星。谢阿明的大啤酒。哎，问珍珠米火箭的，你们生硬了？我住的很低的，拖拉机知道畅行人是在哪里？来了要死，在哪里？在上海，好像现在关掉了。上海有一个拖拉机学院呢。叽叽叽叽，哎，你名字改掉了。谢谢南叔的关注。赵哥的小星星，第一个给你挖走。你去开拖拉机。欢迎十一，欢迎小飞。恭喜领到福袋的宝子们，我们小星星赞个榜。除三害的陈桂林给直播间很大的启示。什么启示啊？说出来听听。这个电影我也看了。你家有地吗？说明你家有地。专杀榜一大哥，专杀榜一大哥。欢迎小帅哥哥。没买的，正正好好。谢空白的关注，珍珠米不肯出来怎么办？什么？不肯出来，火箭刷掉呀？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珍珠米刷火箭了，不要老想着贪便宜，快把火箭刷掉，给他两个大耳光。珍珠米又吃又拿，好好好。有种松松垮垮，这个设计知道吗？设计。谁的老婆爱人了？她老公在我直播间呀。谢老师开的小星星。珍珠米的老公。小红，你的小星星。
左上角福袋，请参与一下左上角入福袋。懂事的我去充值了，我去看一下他回来吧。他叫我CK。他说火箭不给我了，他说他买的单。珍珠美现在这么凶啊，凶呢又吃又拿，凶的要死。这首歌怎么有点像拖拉机的声音？这字怎么读啊？叶还是叶？谢谢 TX 的小星星，真的是小姑娘，我以为是男，对，看这名字我以为是男孩子呢。谢谢五五的小星星。谢谢 Lucky 的小星星。我现在不能吃头孢，你知道吗？农好呀，老什么？谢皮皮的花花。谢周周的入团。
精致短发控，短发控。这头发又长长了。谢步步高的小心心。你会中吗？你必中，还有一分钟。谢初见的小心心，不中再给你发一个。好久没拍视频了。是的哇，你好呀，这声好高冷，这声好高冷。谢谢小军哥的小心心。太成熟了，成熟女人的魅力。不适合我，那我适合什么？可爱风啊！今天画面糊吗？我今天糊吗？哎，你中了，看到没有？周周，你中了。和纯欲风，咳不动了，嗓子疼死了。欢迎臭总，谢谢咬人的灯牌。